这个你绝对看不懂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融化的什么东西啊。今天有客户来啊，询问了我们很多问题，叫我们融化这个玩意儿，其实很简单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融化铜的模具，然后专门定制的铜的模具，大家看一下。哦，这些外观看着和铝模具差不多的，其实是我们定做的铜模具。我们先融化了一瓢这个铜水啊，铜水的温度要高很多，所以这个模具要求耐高温性比较高一点。现在因为有客户要这个铜锅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些铜制品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们把多余的铜水倒出来啊，注意这是铜啊，多余的铜水倒出来，倒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等待的稍事等待的冷却一下啊，这个模具就可以分离了。我们先把夹子解开，松开夹子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脱模了。这就是一个铜模，但是它比平常的这个铝要大概重3倍左右啊，大家可以查一下它的密度啊，这个咱就不做过多的表示。然后我们使用的是黄铜，现在开始分离了。模具取开之后，大家能明显的看到下面那个不是铝，是铜。当然这因为没有打磨，所以大家看不出来的这个具体的样子啊。稍事您可以在我的其他地方看一下它具体的样子，这就是铜的制作。